去，让我们来一睹为快。3月26号，鹿晗的首场个人演唱会就将在北京开演。为了给粉丝们献上完美的视听盛宴，鹿晗也一头扎进彩排，精心备战。媒体探班当天，他就在和舞团排练新歌《封印》的舞蹈，帅气的舞步十分潇洒。特别紧张，就是因为毕竟现在要一个人带一整场，比如说现在估计时间是1.5小时左右，完了以后觉得还是靠一个人从头一直带到尾，完了其实有很大压力。首次歌唱紧张自然难免，不过有了跑男兄弟团的助阵，想必会轻松不少。这个必须有啊，对吧？这个是其实本来是个秘密，但是今天大家来这么多人，我就告诉你们吧。对，就是可能那个就是跑男团的兄弟们可能会有来，对。是他们主动报名说我要来你的演唱会，还是？对，他们知道我要看演唱会，我就问了，说比如说就是问了几个兄弟，就问愿不愿意来，完他们说没问题，一定去。跑男团的兄弟们，你们可是有福的。要知道，此次鹿晗北京站的演出那叫一个火爆，门票早早售罄不说，就连鹿晗父母都还没拿到票。因为我爸妈也想去看，完了我想问了一下，结果现在票很紧张，就估计我也得找机会跟粉丝团购一下，看能不能管粉丝下来。你说现在爸妈的票还没？对，包括我爸妈都现在都没票。娱乐牧场北京采访报道。